记者卢贤秀基隆报道，基隆联合婚礼今年重新举办浪漫联合婚礼，打造浪漫海岛、度假感的唯美海港风格婚礼，将在6月29日在依山面海的潮境公园完成恋人期望的海誓山盟。市府民政处长王于森说，去年因故停办联合婚礼，在市民期盼下，今年重启联合婚礼机制，同时去年开始举办两场未婚联谊活动，让忙于工作的未婚男女牵红线。今年联合婚礼，市府与邮轮公司合作，将提供5组新人免费25组半价邮轮蜜月之旅，可到日本石垣、奈良，并由法朵创意婚纱免费拍摄婚纱照，留下美好回忆。基隆庆安宫提供10台 IPT 替新人添嫁妆。民政处指出，联合婚礼依30对危险，男女双方只要有一方在基隆市涉及或在基隆市工作，都可以报名。从5月24日至6月11日报名，相关活动内容可上 http://www.leaderpro.com/tw-event 2001:18629 index HTML 网站查询，或向民政处宗教礼仪科洽询 24201122。